推广舒适，达拉斯分会连续13年举办斋戒祈福活动，在圆圆这一天，邀请公立学校的校长和工作人员一同来参与，包括了奥巴马学校前后任校长以及社区公关，都在祈福会中负责献花供果，为天下祈福。请上菜。每一年都以板豆的方式来进行，今年有42桌，是有史以来最多。Continue to support our Qiji Foundation and invite you to come be volunteer with us. 一整桌可口的蔬食，还有苹果，表平安。I love meat and so on, but at least reduce. I feel if everybody make at least an effort to reduce.不会白白牺牲很多动物，所以又环保又健康。在拉斯维加斯则是举办舒适烹饪比赛，共有8组社区志工来参加，特地邀请餐馆大厨来做评审。All the food is good, I like it. Vegetarian, healthy, no oil. 这个素食的话，就是要煮出这个青菜或者是素菜的一个原味。姑且一试，获得专业的肯定，也拿到了人气奖。各种菇洗完以后，搁水焯一下，焯好了以后呢，我就在锅里少少的滴上一点油，完事以后给这些所有的菇都放在里头炒，翻炒一下。创造力跟他们的心思，在我的口感里面，我就可以说。做素食的已经是很满意了。最早呢是除了分享素食，也回到过去，莫忘那一年联络处成立时的甘苦，期待能够有更多人一同来行善。大爱新闻，这是美智工美国综合报道。